好了，现在已经超过五点了，超过五点了，那也在后面再进来参加抽奖的人呢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不要再参加了，那个现在就要抽出民宿优惠券一张，不用钱哦，不用钱哦，完全不用贴钱哦，4000块的民宿优惠券住宿券哦。然后现在呢，我总共参加的人有，我看一下，总共参加的民宿抽奖表单活动，这个表单参加填表单活动的人有84个人，然后我们点进去看一下，这些报名的人，然后呢总共有84个，所以呢我现在要做84支签，84支签。好，我们一样到这个抽签程式来，然后请先输入要抽出几支签，我们就输入一，因为老板娘只提供一个，一个4000块的住宿券，所以呢刚有84个嘛，所以我要做84支签，好，一支两支三，按错了，3 3 4 5 6 7 8 9 10，按错了，10 11 12 13 14 15 16，好，中间的过程我就先删掉了，好，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，81 82 83 84，好，然后呢我们只抽出一支嘛，所以一旦我按下这个开抽之后呢，就会列出一个，好，预备开始，好，数到321好了，好，一样，321，按，咦，在下面抽出结果，第一次抽奖41号，好了，我们只抽出一次，因为就只有一个名额，41号，来，41号，来看一下，从第一个开始算，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，好，严差怡小姐中奖啦，恭喜你，好，等一下呢我们就会通知你，然后把这个住宿券寄到，实体的住宿券了，寄到你的地址，所以等一下会跟你联络，会请你提供地址哦，很高兴，很高兴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，其实我不是很高兴啦，因为抽到是你们去住，我又没有，老板娘只提供一份，我又没有办法去住。好了，恭喜严小姐，那下次请再继续锁定我们的网络行销8点档，拜拜。